举手八卦，最近举办线下活动的品牌可是不少，各大明星们也踊跃参与，吴亦凡就是其中一位。这次被受邀来到线下出席活动的吴亦凡，造型相当的贵气，上半身虽然穿着的是黑色的职业正装，但是衣服上的配饰很为他本人加分，在精修图下的吴亦凡看起来贵族气息很足啊。在娱乐圈中，其实戴着耳饰出席活动的男明星真的很少，但是吴亦凡把着大胆又前卫的造型驾驭得很好，不愧是有参与多档时尚潮流节目的经验。吴亦凡的审美说是娱乐圈的顶尖水平也不过分吧。生图下的吴亦凡颜值同样很大，面对前方这么多长枪大炮的高清摄像头丝毫不怯场，甚至还摆上了一个抚摸腕表的动作，这一身霸总的造型谁近距离看一样都会沦陷吧。小麦色的皮肤看起来很健康，还有点成熟男人的味道，不得不说现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叫吴亦凡天